First of all, thank you for our judge come from Argentina to judge our Aubrey Champion Show. Thank you very much. 可唔可以俾啲掌聲我哋嘅評判啊？唔該。 在場嘅七隻狗隻係經過無數，今日有150幾隻狗贏出嚟嘅最後狗。咁到底狗王或者狗太子或者狗后係邊一隻呢？ 放鬆一啲，唔使太緊張嚇，佢會逐隻再最後一次審查。在場現場觀眾可能唔明，點解嗰只狗咧擺喺度，點解屏幕不斷要摸佢咧？佢唔係要測試佢究竟咬唔咬人，而係屏幕嘅手就係一把尺，佢會去量度到嗰只狗啱唔啱標準，每一個肩胛骨頭嘅位置係咪擺喺最正宗嘅位置。 狗仔落咗台之後，我哋所要睇嘅就係 movement 步姿啦。以下呢就係 Welsh Doggy。熱烈嘅掌聲俾呢只 Welsh Doggy 威爾斯多基犬。 英女王最中意嘅狗，跟住呢只系 Doberman，Doberman，好多人都誤解咗呢種狗咧，係好惡啦，好危險啦，其實佢哋係好忠心。只要你加適當嘅訓練啦，同埋你嘅培養咧，其實呢只狗係絕對唔會有攻擊性嘅。 佢哋細個嘅時候嘅模式咧係全隻黑色嘅，佢哋係要慢慢轉到我哋呢只叫做藍色，所以叫做 Carry Blue。 有 fans 嘅話就俾啲掌聲啦，可麗藍爹你犬。 荷蘭無私犬。
胡犬，我想很多人都認識啦，由於電影的關係啦，大家都知道他們是很善於游水啦，很喜歡擔嘢啦，亦都是很順良、很乖的狗。歡迎來臨 CSL 優質寵物及水族動物展，我們現在在大會舞台正舉行夏日寵物會 Golden Retriever 金毛柴胡犬黃鸚獸醫主角，有興趣的人士歡迎來到舞台前面參觀，多謝。這隻是 Miniature Poodle， 你們所認識的都是泰迪熊、熊啤啤，貴婦其實分開三個尺寸的 Toy Poodle 玩具貴婦、Miniature 迷你貴婦和 Standard 的標準型貴婦，現在在桌上這隻就是Miniature Poodle 迷你型的。以後不要想著迷你貴婦就是很小的那隻，迷你的其實是這隻尺寸。迷你貴婦犬 Miniature Poodle。好長毛、好優雅的就是阿富汗、阿富汗，他們被稱為這個世界上四大快狗之一，他們的速度可以跑得很快。qualification 即是入場的資格，所以其實個船都非常之高的。而家評判做最後的審查，佢哋 last 行一個 round 啊。順帶喺而家提一提下，所有今日贏出有獎杯的幸運兒嘅得參獎者。記住你的獎杯入面是有一張卡的，亦都多謝我們的 sponsor Be My Baby 送出的酒樓。評判手出是會給第三的。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you all very much because this is my very first time here in Hong Kong and I'm loving it. 平判今次是第一次來到香港，他覺得很榮幸，亦都很開心見到這麼漂亮的狗仔。 My third best in show tonight is the Doberman. 恭喜第三名的是Doberman。 My second best in show tonight is the Kiss Hound. 全場第二名，在場嘅氣氛都相當之緊張啦！現場觀眾其實可以投入少少，最後一個獎噶啦，我哋可以收工噶啦，可唔可以俾少少掌聲佢哋啊 ？Woo! The best in show goes to and best in show goes to Poodle. The miniature Poodle， 恭喜曬 best in show。 Thank you, Judge,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多謝曬所有今日嘅參賽者、得獎者，多謝現場嘅觀眾。我哋聽日依然會有九展嘅，聽日見你哋，拜拜。